刘英的终极在中国画坛出现较多，但吴作人的创作绝对是创新不止。他画的红头巾一般不超过十笔，从腹部到尾翼一笔一下，但是形神俱集。四面镜的用笔更是这种极度单纯的画法，是他素颜磨练的结果。他画的鱼和鹰，闪住就是空白，用空白造成天色很多，有点广阔天宇的效果。吴作人想要运用中国水墨天纸的特点，一体的洁白衬托出动物的浓度，画面单纯实木，但不单调不单纯，使它的动物化以简练繁细的笔墨构成了完整的神的对比。吴作人的花鸟画也极具特色，与他的动画一样，有一种冲淡。吴作人对中国传统水墨的运用，最后以独创性又有发展的弘扬，才显得他绘画创作的重要方面。在艺术风格上，在原有的明快清朗中增加丰富和厚重的质感，从而使他的绘画独具特色。